我大侄考的鸡翅。烤这些啊？那他俩差不多。那些小丽家那小胖丫头自己就吃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他们啥时候来的？就是他们那是冬天。啊啊啊！那冬天回海伦那次到我这儿的。啊。这个牛肉已经熟了。这是酱的牛肉，看看。哎呀！你们看着吗？吃了，看着了，看着了。我肯定是我不会做。我这个会做饭，我姐真会做饭。咋烤箱？先烤上。20分钟。啊，我再给它翻面。啊，我姐是真会做饭，这些年始终我姐做饭呀。我以为我不会做了，是吧？对，有好多朋友都问说你姐会不会做饭，能不能做饭，咋不能呢？贤妻良母。对，你大姑确实是。哎呀，冒油啊，滋滋的，应该是可以了。让侄儿尝一个试试。儿子，哎，你尝一个。你大姑让你尝个鸡翅，好没好？啊，我先吃不太好吧。没关系，拿这筷子。别了。啊？别了，我吃不太好。你从这个里边拿一个小盘儿。来，那边这个小盘儿，小碟，哎哎，拿一个。拿一个，先尝尝，看熟没熟。熟肯定是熟了。什么手？我试试，我先试试毒呗，试试毒，试试毒行。毒先毒你，你觉得好像行吧？有血丝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。熟了是吧？嗯，还行。再烤5分钟也行。熟了，熟了，是不是？熟了，再烤几分钟。烤几分钟能让它那个。那多脆一点，是不是？我姐这要把排骨都炖上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出苞米味儿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变色了。我姐搁那个，我拿那个苞米，打那个苞米汁儿喝。电脑下面那个小键儿啊，怎么着？人家这一个破壁机比我那好多了，我那个太破了。这跟大平常大姑家那差不多。比大姑父家那还好。嗯。又响。啊，要炒这个了。西葫芦炒鸡蛋，这排骨好了，好了，看看，咦，正好，这个玉米汁儿好了，好了，让他们尝尝，晾一下，太烫，不，哎呀，这个味儿可浓了，有好，对呀，苞米味儿浓，有好待遇享受不了，啊，姐夫，我姐熬那个苞米汁儿了，我姐夫才下班回来，谁喝那玩意儿？别胡出来。你看，行，挺好，我尝一口啊，得凉了喝，得凉了喝，不凉喝不好喝。我当然要喝，你喝吧。我先尝一下，看看它甜不甜。不甜，得凉了喝。啊，甜。放糖，甜糖吗？没放，没放糖。人咱这苞米是甜的。就是让它用那个原汁原味儿的。明天说咱们四个大人了。明天徐慧泽上是几点？明天晚上。他说6点多，6点。6点多走。明天晚上全都上。看我姐炖着排骨，还得吃完饭，比我炖的好多了。媳妇，明天吃完饭。你这全是瘦的，不好吃。那牛肉切没切呢？没切呢，一会儿拿。怕硬，先最后切。这些上菜吧，走，这些你都吃不了。啊、吃不了，哎呀。吃不了。哎，我姐还拌个凉菜。这小菜系，那你俩也不在家。我姐夫他俩人家要出去喝去，是不是、啊？下馆子去。下馆子。给我整瓶啤酒出来呀。啥也整啤酒？看看我看看这大啤这啤酒。是不是我给我留那个呀？你那是缺我的。给我整瓶啤酒。有这好菜，我得喝一杯。这个呀。嗯，都行，你爱喝哪喝哪。我姐夫这全是好酒。儿子，你看看是不是？你大姑父全是好酒，喝那小瓶得了。但是我不喝。大瓶咋的？你还只给你留了呀？大瓶在那里呢。我都喝它，一个也不给你留。知道吗？啊！我的酒在这儿呢，给我留的。这个是姐夫给你留的。星巴克。这个这一瓶挺好，莫斯酒。那有一个呀，我看有个反正小瓶的。那小瓶不是那个，牛肉，我姐酱的，挺好，颜色还挺好的。你们用啥喝呀？啥呀？那个粥啊。嗯。
粥那个糊我就给当粥了。啥玩意儿？谁放多了？这个糊啊，我姐夫往说成，我就说粥，人是糊，苞米糊。那是汁儿，果针，这个玉米汁儿。玉米汁儿，对。我儿子就怕黏糊，所以我放的水放了1400哈。啊，1400。这杯喝啤酒，这丫的喝醉啥样的？对，这是喝酒的杯。瞅瞅，多大这大杯？大杯，这大杯。这一杯不得一瓶啊？这一杯啊？啊。差不多少吧？你看，端走了。那白色的吗？嗯，白苞米那是。放手。儿子，一会儿你尝尝啊，你大姑做的，多好，烤颜色也好啊，味的还行，正好两口味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辣。这个没事，来，给我。能做啥？又来一个菜。来，这搁中间，这一大盘。他们俩不在家吃，咱们几个人整这些菜。搁手刀一块牛肉。嗯、好，这样。好不好吃？姐做的。赶紧，人家牛劲都往哪儿的，啥都有。是，就这样的好吃。要是全是这瘦肉，就硬了。你吃饭吗？这块是牛的大牛肚子那块。不是吧？就这个。可不是。金钱剑。金钱剑。就这个吧。应该是吧。你俩就确定不在家吃了哈？说吃饭吗？我们要吃了啊！你们吃吧。这一看就是我儿子盛的饭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儿子，你上那，你坐里边，儿子。他俩坐一块，他俩一直别的。对瓶喝呗。我得把这酒喝他，我姐夫给我准备的。姐夫，姐夫给你拿杯呢。哎妈呀！不是我准备。谢谢姐夫。他们哥俩不在家吃了，我先倒上。啊，真浓啊！苞米的味儿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这不是到我姐家来了吗？他们哥俩出去吃饭，晚上就剩我们四个人了。我姐家做一桌子菜，咱得使劲吃啊！哥，俩主力呢，开饭，开喝，我先喝一个，一起喝一个。妈呀，喝小口，喝小口。烫手都端不起来，来，喝一小口，我干杯啊！这么大，你说你们瞅着不馋呐？你们哥俩啊，放点蜂蜜的，有蜂糖，蜂糖放上蜂糖。你要甜点的吗？我不用，我这就行。儿子你呢？啊？行。会放蜂糖。放点蜂糖，哎，嗯，就在冰箱上，冰箱打开最上边。你这里边儿蜂糖，不来蜂糖不行，不甜，不甜的意思。儿子放一块吧，放两块吧，再放两块儿，你放一块儿。这是啥糖啊？放糖，咖啡方糖。啊，你来两块啊，还来一块儿。他不要那么甜，放一块儿。我不放，我不放，不放啊！我大人自律。嗯。排骨咋样？我还没吃呢。尝尝你大姑做的。那个，这不有朋友问说，我姐会不会做饭？你看我姐做这一桌菜，我姐其实真会做饭，比我做的都好吃。我做饭就是口重咸，我做的都淡。嗯，因为排骨养生菜，排骨炒的还行。妈，你还吃点得了。我吃，上那有那，我那大鱼它中那个。吃铁锅炖去，铁锅炖鱼哈。黑龙江炖的。嗯，咱家不算是天天吃火锅吗？那鱼不行啊，得自己喝呀。木头有大吃的，咱俩走木头。你俩走啊？咱不走了，走吧。别让人家等着，到时候干饭的主力啊，你们俩。快整钱啊！拿一盒的钱，给钱吧。嗯，我姐夫下班回来。给木双买了一条烟，这家伙的，这家乐的。不要，我就拿一盒。哎呀妈，真能装！提不了了，快去。哎呀，你俩能提了下去吗？能，电梯。我帮着。不用。你这么提着这家。走吧，我关门。拜拜啊。我大晚上都吃完了。我也陪我大哥陪一会儿。
我为造化可以。我吃一个鸡翅。到时候你再干掉一块，剩下让你爸吃，让你妈吃。不行了，我就只能这一块。吃不动了，我这一碗饭多重的。我净吃饭了。他俩那碗大。嗯呐。咱俩这个小。看我姐这小碗可好看了，这个碗其实比咱家的碗都大，比咱家里那个碗都大。我还有一个大一号的一样的碗，套碗比它大，你何尝？啊，我姐可爱买这些东西了。小花碟挺好看。小花碗、小花杯子。啊，这小碟。这个碟好看。嗯。那个去年过年回海州的是不是？嗯。前年过年，我跟乐乐自己在这过。你姐不上三亚了吗？嗯。我们俩就所有的年夜饭的菜全是用这碟装。我是在京东里过的吗？对，在京东、嗯、就我们俩，你这还得整个十几样。对，全搁这碟，就比如这牛肉，菜整一口，就整六片，就这摆在这。那你说你咋做的呢？那点玩意儿？就一样一点，一样一点。精致。精。拿过大锅厉害呢。真的。这样式就给你做出来了。我做不了，我就能做大锅饭，太少了我就不会做了，真是不会做了。就一点，我俩就一点。跟我姐，我们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。这小区太好了，太漂亮了。门前就是水儿，看看，门前就有水。这里还有俩荷花呢。它底下是有个花盆儿。啊。新建的小区，它那个小区环境就是好。30多层。啊，30多层。这个是真花吧？这真花。妈就稀罕花啊，这个叫这个是不是叫翠翠？你看，我不知道茉莉翠吧？这是薰衣草啊，我还寻这是啥花呢？那我们这俩大姨，这么快你俩？还不快？给你，别掉下，别掉下！不能不能，我是怕我掉池子里。我姐说这里是有锦鲤，平时，但是今天好像是没放，没有。这个喷泉也好看呀。今天没放。啊，今天没放。哎、哦，我闯个空看。看大姑这小区是不是好？特别好。儿子改名挣钱啊。那多少年以后呢？这一到晚上，这小区里这老人孩子的吃完饭没啥事儿了，全来出来散步来了。小区环境好。你弟呀，走不大车。不走，不愿不愿。等会还得开车呢。咱们从这去的。越走越一百路，或者是说放路。路的寓意不是好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够不着、啊，我上窜，这太好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挺厉害呀，挺厉害！儿子，你来试一下的，试一下，来儿子，试一下。哎呀，这不也起来了吗？哎呀呀呀呀！不行，这也不行。对呀、啊，累得脸通红。憋着了吗？哎呀，这小姑娘真厉害！哎呀。看看看看，太厉害了！那军勇跟小俊，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儿子？我看不够高啊，这个那脚碰地儿了。往上窜，脚碰地儿了。你看，脚都碰地了，碰地儿了，怎么了？不够高。你比比矮，看呀，对你来说有点矮了。乐乐咋样？我那不行，比比矮点。你弟弟就走出来一个。看我大外甥。你俩呀都不如那小妹妹呀，啊，不如小妹妹呢还。你看这小妹妹又来了，你看看你看看，哎呀，好厉害，好帅呀！不行，吱声啊！不吱声不行。哦，没事，拔点儿啊！不行了，你看人能走出来四个，你俩一人就走一个。一推推你就来劲儿。太高不行，哎呦！敢让儿子，你能不能坐？我要怕是坐坏了。我儿子怕整坏了。这也吃的可疼了。我小
时候玩过的，还是那厉害，我不敢当。二三的一不能摔啊。这花也挺好看，其实我挺喜欢这个颜色的东西。现在景观这个植物基本上都用这个藕荷色的，嗯，这个好看。这应该是个果树，感觉我也不知道点哪去。这不是果树，好像不是果树，不是，这不是果树，就是看树，属于。就现在观赏用。现在最好的，那过段又有小眼儿了，花大姐。嗯，对对。现在是最好的。现在是对。你俩能走五圈儿？走大圈，走五圈。天天走啊？偶尔走，不天天。原来去年天天走，啊、现在他不干了，他不愿意走了。哎呀，这块还有泳池呢，露天的啊，不能去露，人家里边有人儿，有人游呢，多好哈，儿子，是不是啊？啊。这市里也有种黄瓜豆角的，在一楼底楼的有小院就能种。这块应该是属于淘气堡，是不是孩子玩的？我们这出来逛半天了，一会儿就要回家了。